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今天又到厂里来了啊，接工接工，争取早点搞好。哎呀，自己人不来，有的东西搞得都不太满意，所以叫他们重新搞一下。装这个仪器，后操的仪器，把它搞在这个地方，没地方搞嘞，后窗装上啊。有点斜了，这里啊，这里这边还有那边，装两个大灯。去钓夜钓啊，钓带鱼的时候要照明的。前面嘛，再搞一个大灯，照前甲板。哎，全都拆了啊，重搞。OK， 我搞的不好的全部重新搞。这里是睡铺啊，一大堆的救生衣啊，把这个摆铺上啊，就可以睡人了。至少三个人啊，三个人是最少的。这是 CCS 船节必须要配的啊、哦，全部都配齐的。这里装一个水泵，一个氧气泵哦。把高频装到这里来，装到这个位置，上面操控台还要装那个仪器。别的仪器还要搞一下，把这两个东西全都清理掉，清理到这边。好了，下装好了，都装到这边来了啊！把表台的位置给它空出来，下次还要装仪器。我们下午的飞机啊、哦。下午的飞机飞上海了，这个船是11.5米长，2.71米宽啊。我搞好的话，差不多要68万，点贵了哦。明天、后天把它装回家啊，带它回家了啊。上面两排大灯。4个，2边4个，1000块钱一个，这大灯太贵了。鱼竿座啊、哦，把鱼竿座收上去，装鱼竿座。这个炮台搞电动轮的啊、哦，电动轮的。哎，我们回家了啊、哦，回去了。就留给其余的，留给他们装了。下午4点钟的飞机，现在2点多了啊、哦，要赶飞机去了。这个船的话，大概明天或者后天叫他给我装过去了啊、哦。回去了，给他们交代了一下啊，我们赶飞机去了。过人忙。这么多船都是这个证书还没有下来啊、哦，现在这个证书很难搞啊，证书要一个月啊，这么多船压着。现在到南浦大桥买车船联票到我们菊塞岛啊，我在上海在还有事情，多待几天，等船到啊。这里南浦大桥下面可以直接买车船联票到我们菊塞岛的。这里是8点10分发车，到小洋山是10点钟开船到我们菊塞岛。回去嘞，哦。请站后车，请注视前方。自己不开车的可以到南浦大桥下面买车船联票到我们菊塞岛。自己开车的嘛，直接开车到小洋山码头哦。
买渡轮票到我们曲泰岛一样的。我回宾馆去了，我船的话明天装过来啊，后天可以到上海了，到时候直接开车回家了啊。视频就向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下期见。